之前来之前呢，就是跟我们讲会特别累嘛，可能一天工作好几个小时，好几个小时，但发现过来之后，其实还好，就是感觉已经习惯了。这样的表演方式是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的，就觉得很心里很好。其他都还好，就是剧组的汤有一股怪味，我受不了。天气特别好，然后环境也很好，然后外面绿化呀、树啊都做得特别好。然后只要不拍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，就是去什么阳台去外面走一走，看我们三个都这么良心推荐的份上去看吧。蓝叔叔，哇，这是玉米吗？长这么高了。除了聊聊天，晒晒太阳。走啊啊！退休公寓了，来四十平米的房子买不起。我们来拿冰给你吃。想了想了，哦，我靠，想了。这一次呢，就是说，接触这么小的一个偶像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小。小孩儿看的是孩子还是怎么演呢？那么难演的感情戏，叫个小孩来演，角色呀，包括整个剧情啊，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作。这三个孩子挺不错的，他们确实有特别可爱的地方，他们特别阳光，特别就是特别正面。这个年纪孩子身上的一种安静的特质，我觉得会让我特别的难忘。耶，向明天对不起，向前程不客气。慢动作，重播，这首歌。